看过去是正常的吗？看一下，正常。那、欸、你怎么在上面？哦，正常的吧？正常啊，哦、就是墙壁啊。墙壁？你是看到什么东西？看得贵哦。我可以钻进去温室的底下啊。好啊。好，你看到、哦。这你头上应该是想看到我上面墙壁吗、欸？为什么这里这样？什么这样子？哎、欸，这里是一个墙壁呢。就是他可能看到是墙壁，我们看到不是墙壁，对吧？其实对啊，你看啊，他自己、欸、我在底下哦，飞起来。哎、欸，这里是一个柱子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。嘿，是不是？嗯，哎、欸，是这样吗？哎、欸，是我看不到。雨月跟哈记吗？外面，他们在外面走出来。哦，哎、欸，这里有地板了、哦。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你好，下去吧，大家跟我一样啊。为什么？所以我刚才说，这里是这样子吗？怎么有破图的感觉？原来是真的破图了，真的破图了。但是只有你破图哎、欸。对。哦，拖鞋移动了，拖鞋移动啊，拖鞋移动了。我要去看拖鞋的内部长什么样子。哎、欸，斜坡嘞，斜坡可以放出来啊。哦，内部不错吧？下面三个位置，上面有位置吗？上面是驾驶哦。是氧气，嗯，氧气还在研究、嗯，但是目前是可以，应该是可以出去了吧？我不确定，出去看看啊，走啊！可是没有曲速引擎啊，可以先上太空看看啊。好，上太空看。那你们不把冰箱放到里面吗？没有，现在我们只是上去，然后就下来了。哦，欸、好，那我要去。哦。他直接按第三人称会再到战舰的外面哦。哦是哦。嗯。坐在椅子上的话。好。好。哦。哦拖鞋要起飞、哦。拖鞋飞起来，拖鞋飞起来。哇哦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哦。哦哦哦哦哦。后面三台。那是真的是黏住还是就这样他都黏住了。他都黏住了。阿姆斯特朗战斗拖鞋飞船，没错，战斗拖鞋飞船。我们要出去了，飞出去喽！哪一个是头盔啊？哦呦 ，I， 无法呼吸。哎、欸，会冷哎、欸！啊，真的哎、欸！负100度啊！驾驶、欸、会冷。驾驶，哎、欸，回去，要被冰块，回去，回逃啊！要恒温器，我们没有恒温器，好，恒温器，然后氧气是很也没有，哦，缺氧，我缺氧，等一下，啊好，哦，进来了，好，所以刚也没氧气，嗯，好，要研究一下，差点要听到你乘客咳嗽了。听到气喘跟咳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上次音乐就听到这个声音，那时候就赶快下来了。转个向啊！啊！看到、啊、我们还是要继续在这星球狩猎一些没办法采集到的东西。嗯、对。哎呦！是不是卡到、欸、卡到基地了？你这把引擎关了，它就会摆正了，然后就一半卡在基地上。好了，耶耶！太空的座位一定要密闭式啊！你说不能像电梯这种吗？哦，为什么按啊？包起来就好，是不是？是按 I 拖头盔吗？我们不是已经是密闭式了吗？有啦，有，抱歉。哦，嗯，还要保暖功能，还要恒温的东西吧？好，研究。
好，那我稍微准备一下，我再去这个星球上面我们还没探索的点去看看。好，我们去打那个金字塔好了，如果找得到的话。金字塔吗？看一下，鸡蛋，带一些食物绷带。可是食物袋这样子好容易坏。对啊，没法度，没法度，没法度啦。这是我们之前的家吗？怎么了？你想播那个什么在改造的歌？我慢慢逛。怎么差这么多啊？对啊。哎呦，有汉堡吃了。嗯，太好了。两罐汉堡，玻璃。被你这样中还会枯萎吗？不会了吧？目前没看到枯啊。嗯。哦，那都有采收到吗？有啊，左手边啊，右手边的还目前还没看过。右手边这几个就是番茄跟四个这个蔬菜。嗯。食物现在就是大家都吃那个汉堡了，汉堡现在很多。哦，吃这么好哦。哎呀，服务很多，好一点。它那个长很快啊。还服务蛮快，服务算快的。对。哦。汉堡。这个生肉，一个面包，一个肉。哦。对呀。汉堡有25个，这么多。嗯。我拿个6个出门。应该不用不到3个就好了。啊，所以氧气，我先解决氧气，解决温度好了。氧气，我这样没有密闭吗？这样是密闭的啦。他是说像温室那样子吧，就是有那种一层膜的门，一层膜的门哦。对啊，进去的时候有那层透明的门。还是我刚刚是门没有关？哦，有自动关吧？它是自动门啊，它是自动门啊。你起飞应该就自己会关了吧？但是哪边有洞？说密闭其实飞船这样还是这个通风机啊，通风机一定要有它才会那个啊。还是我把通风机关掉，我再试一次。不然我自己出去好了，这样子试试看，反正我身上有那个氧气。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！你们战斗机先开走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哈。没事，我跟你去看看。不是啊，飞机有可能会死人哦。没事。等一下，飞机还没。那还有氧气的，是。看一下我的飞机。好了。好，我跑，我还是跑好了。我突然想到说。陪你去测试，可是这样好像痛的只有我而已。是，拿一点绷带。温度问题，对哦，如果温度没解决，我自己会冷死哦。嗯。好。上层的门在漏风，上层我队友上层是没有用啊，这是上层的问题吗？看一下我上层是不是没有关，对，我氧气在扣，那个不能放飞船上啊，可以制造氧气跟水，那个不能放飞船上。哦，那个不行，那要放地形上，还不行放飞船，我试过了。嗯，是，这是蓝白托战舰。蓝白托？为什么飞船底下有啊？有啊，我有那个立场啊，我有那个立场，所以这边应该是不会影响的吧？氧气罐有啊，
咦，哦，出门喽！这里有这个氧气站也有啊。等下，它这里有点，哼，白，自动调节亮度，这样，飞船不行，135分钟应该没问题吧？什么135分钟？燃料。对，我都没有看我燃料还剩多少。右边右下角可以直接看。嗯，上次的金字塔在哪里？欸，我都把光音关掉了，为什么？动字都没有啊。设备哦，太黑了吧。矿。哎，去看好了。氧气站。通风机激活，给你的氧建筑充气的装置，需要氧气罐内有氧气供给。还是我不能放在外面啊？我以为它是这样子放的。嗯嗯。好，试试看，我先回去飞回去。哦，哦，这是上一次你们找到的在水中的战舰。上次还没探完呢，你可以探啊。那算是探一半就那个辐射风暴。对，那个辐射风暴到底是什么状况会形成辐射风暴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感觉还是一段时间会有吧。嗯，哎，如果到别人的领地，然后去打外星人，会发生什么事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哎、欸，就那种怪物的外星人，不是人类的那一种。那等一下说，那是我要打的外星人，你们把我打走了。那是我，那是我同胞。哎呦喂啊！那是我要打的，然后就好感度掉了。哦，有敌人，有敌人。哎，你跑那么远哦。如果放在这边的话，怎样子？这个这样放有用吗？难不成要这样放？氧气站很远哦，别飞打。啊，没开视讯啊？对耶，因为我等一下。哎呦喂、哎！飞起来喽！再出去一次。等一下，这里会冷。当然喽。这里会冷就不太对劲啊！到底为什么会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会冷？其实我们那些逃生舱可以把它拆掉吗？逃生舱不知道哎、欸，你可以拆看看。感觉一直在那边，然后一直亮红灯，叫阿仔的。嗯。然后通风机放楼层。还有外星人声音，还是我先把它读起来。读，测试，这都是测试，测试。这样子就已经密闭了吧？这样一定是密闭的。长蔬菜，有什么三明治？哦，那没有哎、欸，有什么温度章就没流掉了？所以是那个立场吗？哦、还是电梯？我看一下，掉电梯的立场。有哎、欸，22度没掉嘞、欸。哦，
知道怎么用了吗？不知道是哪里有漏洞，我看一下。我刚堵了两个位置，一个是我电梯，一个是后面的立场的门。你这是瓦斯漏气吐泡泡在找啊？对。哇，这什么关系呢？电梯。等一下，走开，刺客。哇，他刺客外星人。你掉什么？所以外星人身上都是长。哇，难不成 电梯上来还要弄一个门哦？有闸门啊，有电梯的闸门吧？对啊，那我应该哎、欸，电梯的闸门有哦，有那个就是横着开门的啊。嗯，可是我应该上楼下也跟着有温度才对啊。难道这里要把这样堵起来？要试试看吗？温度上升了，有了，温度上升了。北极哦，这个门会漏哦，会漏气哦。自动门组，这个门会漏气哦，所以你要再做个走道，再开个那个进化的那个感觉。进化哦，气密门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哦、好，我先开回去。你知道你装上有乘客吗？我好像刚才地震，刚地震五级以上吧，我想去抓住那个椅子，抓不到，被赶下来了。乘客哭了。哎、欸，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的船舰失去动力了？你没电、嗯、没有油了吗？你被打了吗？有啊，燃料吗？哎、欸，你是被打了？为什么？我看一下，你按 P 应该有面板嘛？像电力啊、燃料啊、氧气、啊、有、啊。嘿、欸、嘿，哎、欸，还是你卡输入法？哎、欸，不用啊，好一圈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的界面会出来，可是它是没有电的。哦。就是我按 Y， 它那个操纵界面会出来，可是它没有发动，还是我刚刚不小心切换到了什么东西？没有发动，控制面板那边全部都打，就是开起来了。嗯，哎、欸，奇怪，电力、氧气、护盾、灯具、信号、炮台、武器、推进器、自动，哎、欸，自动是这个吗？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下面右下角燃料有几趴？它这边显示零呢、欸，可是我看里面是有的呢，还是没有连接到？有可能吗？我看，哎，你刚是被射到那个燃料，那个坏了。对啊，你应该是你的油库什么地方被射到吧？还是你的发电机坏了？我的发电机坏了？因为有燃料的话，但是没有发电机帮它驱动发电啊。那它是有什么穿甲功能，是不是？太强了吧！有混沌伤害、哎，哇，死了，太多只了吧！一下四只还五只外星人同时出现在我面前，哇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扑我！我踩，哎，干嘛弹出去？搞什么？当前位置被雷劈到了。没有屋顶没关系啦，印象不对。屋顶好了，屋顶盖一下好了。我现在终于知道怎么盖比较快了。嗯，用无人机吗？它可以压着，嗯，压着去拉，拖一次就是等于一次盖一堆方块。哦，直接拉做一排这样。对，之前不知道，慢慢弄，一个一个弄。真的是哦，现在看到这个真是哦，好用多了。发电机小型的有啊，东西都还在啊。有损坏吗？应该是没有，我刚刚都还在飞啊，还是我是被雷劈到？你有那么强？因为我现在正在下大雷雨。
这个星球正在下暴雨啊。对啊，然后我前面有一座塔，然后还是它还有什么 EMP 之类的。哦。EMP 好像很帅。哦，你直接烧伤。滚。烧伤喝水。喝水。水，我皮肤烧伤。哦。回家治疗。我在遗迹里面。哪个机甲？那是一只又一只。你的喷气的那个东西呢？这个可以设定和预设。一心臭虫，臭草。哦，他真的很烦哎、欸，超毒的。真的，被毒了一下，现在皮肤烧伤。啊！哦，啊死了！吓死我了！哦，无限连接器。没事，我活着，没事。无限连接器是什么鬼？对，我的飞船真的是呈现一个动不了的状态。你的死 ，EMP 能量？对啊，它能量是零呢。过期了，不用期限到了。嗯，要包月了。我要去包月喽，然后去出资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对你薪水今天发下来了。哎呀！不能讲，不能讲，不能讲。哦，没有意思啊！要去救你。不用不用，我在处理这个有一个古老的外星塔，我看是不是它造成的影响。啊的，哇个西喽！泰隆领地耶，门诺两个门可不可以啊？咦，在这边。哦，是外面一个门啊，里面再一个门啊，这样子嘞。对，我想试试看这样子行不行。激光蚂蚁。所以这个塔到底是塔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这个塔是什么意思？就一个不知名的塔。知名的塔你在哪里啊？来看看。哦，是一个类似电塔的东西吗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嗯，我觉得你可以在里面找一下，看有没有那个基地的核心，然后把那个核心拆了，可就可以把塔给拆了。哦，那就是一个塔而已，里面就一个开关，我把它关掉了。有耶，上没有反应。啊，那反正你再传上一下。好好好，我扶好了，坐在椅子下。飞出去咯。室内温度几度？22。都现在22，很好。现在户外零度以下了。嗯。所以已经完成。欸，还没。成功了。氧气问题还在看。氧气问题应该这样就不会漏气了。嗯。这两只应该已经死了吧。两只应该死了吧。我是不是。你是不是。肚子朝上在飞啊！对，换肚了，你换肚了。Hello，Hello， 出去了，耶、yeah, ，没事哎、欸，没事，睡啦。他只说我无法呼吸，要戴上头盔。你现在戴头盔吗？哦，有，有戴头盔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他是跳说我无法呼吸，对耶，啊，啊，所以这还是无法呼吸。欸，对，我的飞船还是不能飞欸。感谢超级留言，感谢感谢。小型 CPU 光电桥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睡啦，好了，还是无法呼吸，还是会。嗨，哦，嗨，加喽。我是不小心把我的 CPU 关了吗？你找到问题了？没有。算还是不行。
这个真的很难控制。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啊？都是水泥跟钢板，我不要，我要别的。哦，原来你刚还没停好。对啊，我刚想说，昨晚其实只在把鼓按错键了吗？看一下键盘。这些建筑都是水泥跟钢板。嗯，刚上外太空是不能呼吸，但是是密闭了，所以我现在就是。等于说就是，嗯，这里是水泥跟钢板，这个没东西。哦，哦，这里还有箱子，收个好蔬果，这是好满哦，氧气。为什么现在怎么在碎碎念的声音？那个是 Google， 我直接，哦，但不是我这边的。不是我的，什么 Google 什么东西？就是 Google 在帮你念东西啊。啊，对啊。哦，啊，对啊。哦，你是用那个网站的，啊。对啊。啊。停机坪飞到一半，然后有飞机可以出去吗？不行啊，我们在飞行状态，其他人是不能下来的，不能下来。这很正常啊，你在坐飞机，什么都叫你再系好安全带，不要再走当场走里。对啊，危险。这里应该就这样探索完了吧？非要把整个基地拆掉去找箱子？嗯，是燃料没了吗？嗯嗯。哦，上面这个还比较值钱，有一些电子元件什么的，鸡蛋，什么东西存到飞机里面？这里。对，太空战舰这个没办法做到。QQ， 嗯，得掉。考虑。为什么我的 CPU 显示是关闭呀？知道呢，氧气的问题，氧气问题，我已经给他所有东西要装的都装了，部落装饰哦，我在拆那个基地，然后拿到一个部落装饰。嗯，大型氧气罐有啊，我有放啊。对啊，他写电力零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的船还行吗？不太行。需要我去看看能不能了解什么状况吗？你要不要找个那个拖车机过去，那来找你啊？这个是比空中充氧，要扣哈机了哦。只是等你们有
没有，有需要那个啦，他车子抛锚，需要你去载回来。哦，好好好，对的，需要抢救。对，我把外衣重装看看。傻眼，你在哪里啊？我过去看看你那边的状况啊。手动停。我在。哦，你在那边啊？对。你那个位置，我好像，我不行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奇怪，我发动机把它拔下来重装就好了。所以是你的发动机锈到了，可能啊，到底是怎样？发动机还是锈到的？还是我刚应该是不小心调到什么？不知道，反正可以动就好了。这水泥匠人好太多了吧？好，做金字塔就这样子了。下一个点，那就下一个点玩。我的氧气怎么只剩22%？嘿，刚刚是有流出去外面的，是不是？那你，你刚刚氧气，我刚刚跟你飞上去已经变橘色的了。这里，你不要乱打了，那机枪炮。你在打到这边的生物，然后领地的人又说：“你怎么打我们家的动物？”啊，我就傻眼。这也是关起来的，下面也是关起来的。这种游戏，还是我觉得应该真的是要连到外面去。上库找的这样子，有失火，发生什么事？好，冲啊！哎，这里我们没有打完吗？还是这是新的点？嗯？哎，对，这是我们来过的啊。白痴哦，在我家这边哦。哎，你还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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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射。哎，你还在射，你还在射，你在射。这个点不是我们探索过的吗？氧气在流失，没塞，氧气在流失，不然是消去的很快是吧？哦，氧气没开启啦，北七牙哇，嗯哼，是无法呼吸啊，牛，哦，是新的点哦，这是没来过的哦，哦，收一收，收一收，啊，那我下去探索一下好了。对，这是没探索过的箱子，里面都还有东西。哦，机会那个，哎呀，我要晕，我要吐了，等一下，我先修理一下。还是我调到氧气站。哎，允月上次那个在海上，你刚刚没有去探吗？我没有去探，我没去探。那我去了，应该是这里。我好近。哦，不是哦，那个在海里。上次的金子在哪？我在想，我们来探这遗迹是不是要带个炸弹什么的来炸东西会比较好？感觉可以，炸比较快。对啊，谁在咬我？是我啦！哦，底下吗？你从下面咬到上面，而且还是墙外，太夸张了，太过分了。那我要隔墙打你的脚趾头。那脚趾头伸进来了，我只好打他脚趾头了。
隔墙的 PK。过来啊，脚手伸进来啊！氧气开启，要自动关闭耶、欸？为什么？进来，氧气，就这样。就这样，机枪炮。哈？为什么？哦。哎呦。自己关闭，开启。自己关闭。这里。Why？ 好吧，算了。再回去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又什么东西要改的。我得躲哦。这里有个炮塔 ，OK， 炮塔穿插了。神秘，为什么？哦，有人突然出生的啦！等一下啦，无安尼啦，等一下啦，稍等一下。小蛋子嘞！哎呦，上次我在丑化，想这样丑化，丑化什么？就不要再丑化了。没有，因为那个喷枪啊，我们那时候在染墙壁的时候是一个图案啊。如果你对着水泥地板的话，又是另外一个图案。哦。哦哦，这里这是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如果这高级建造机可以带回家的话，就很赚。啊，死了！啊，听起来是死了，掉的声音是死了。然后他是直接出现在我面前，然后咬我一口，太过分了！啊，老人这样的啦，我在里面探索很久了，然后突然就出现一只在我面前，直接咬我一下，这过分了。他说戴头盔，不是啊，在船舰里面，你在汽车里面会戴安全帽吗？那 F1 赛车啊，才会这样子啊。你可能那台飞船速度很快啦。嗯。哪里好呢？哎呀，我在那边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，小等一下，来啊！这应该是有挺好，有。嗯，这里好哦，到底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真是好，他不能拆这个东西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这里可能需要炸弹来炸这边了。有跑矿吗？我找到了一个跟之前哈基找到那基地一模一样结构的地方哦，对，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可能需要弄个炸弹来炸里面的核心。我要回家了。他人物潜水可以潜多久？氧气啊，你的氧气。氧气是哪一个？你的那个啊，左下角最左下角那个很像有两个宝特瓶。啊啊，好满满的耶、欸！因为好像就戴头盔比较快耗到它。嗯，这里做标记好了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快速的过来。OK， 好，先回家。不要乱开枪！
请问我是要沉到海底的？刚拿答案喽。走错路，摔下去了，差点走，真的差点摔下去。我在偷吃东西。来吃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如果通气，通风机再盖一台。盖哪边应该是没差。神秘。马桶可以偷回家？能吗？变机械零件了。我是有带一些什么部落装饰回来，它能干嘛？我来看看。不应该是消耗身上的、啊、有锅子可以放这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纸板是？钢板家里也一点都不缺嘛。食物冰箱在这里。瞬间充满氧气了。电线，难不成 OK 了？难不成研究出来了？现在没有任何的，你们现在没戴头盔，有重力，有氧气，准备出去。因为我刚才把那个氧气站灌满了，然后我到家里，我发现在家里就可以先开，开了之后发现我那个氧气罐100%的变69%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对，我在外太空不用耗自己身上的氧气了，他就耗证件上的。对，哎呦，成功喽，可以了。原来我们外面是有一个那个碎石的环哦。我是第一次这样子在外面看。你可以多绕绕。不是啊，我这外面的那两个那个伸缩板没有收回进去啊。对啊，刚看的看得很痛苦。这个有办法这个这样去改吗？起落架，然后这边去设定。我多找到一个重型护甲，看有没有人要。只要放在装备这边好了。枪械，起落架，斜坡。好，放在枪械这里好了。斜坡，对，可以耶。什么？这台怎么像 IKEA 出来的？什么东西？是你掉出去的啊？是啊，是的，对了，是啊，没错啊，没错啊，怎么了？啊、去补货了呢？你是一掉出去的、啊，没错啊，是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在那个底部放感应器，可是这样会不会飘起来啊？好，去这样看。我可以侦测到地面上的时候，旁边落地架才会插出去。我已经学会那个它里面的侦测系统什么的了。哦，感应器啊什么的。
终于会了。摩托车子弹，哇，子弹要掉这么多。嗯，你总是跑进来看子弹。没有，我在我东西放完了，然后刚好看一下身上还剩什么。哦，对，弹药，再准备一些弹药。这一区又有那个。辐射物，辐射物，你的电力炸药包，过一道快捷键按左键后粘在地板上八秒后会爆炸。好，学炸药包，做个十颗炸弹。感应器，感应器，五、哦，当前别占用。还是感应器有了，感应器。这里，这怎么这么白啊？是我的问题吗？还是因为有灯具的关系？你是家里吗？对啊，对啊，灯具的关系啊，太亮了吧。我想说怎么这么白，什么东西？你是刚刚在那种鬼来的时候吗？这好像好一点了。你怎么用的？你对着它按 P 吧。有。嗯，还是 P。P。PP 应该就会 跳到一个控制面板嘛。然后他说当前被占用，另外一个。哦，这边是被收过了是不是？哦，有哎、欸。你可以设定它是闪灯，我设信号短路，对吧？啊，好，就走一走，辐射烧伤起来。腺体门感光感应器，感光是可以感测。人吗？还是感？哦，这里可以下去。我的食物啊，对，食物，汉堡。我们的汉堡要多做一些了。加多功能。啊，对，我炸弹该做好了。我要去炸基地喽！这里，我怎么觉得怎么了？我的温室一走进来，我第一个想到的是，马里奥，马里奥，哦，马里奥，马里奥，为什么是马里奥？就是被改造的有点马里奥。这个应该是感应器，感应在。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，植物有繁星固啊，可以啦。什么繁星固？什么固？植物啊，你不在固吗？哦啊、我在固啊，我刚收了一轮了。中啊，颜色也可以改哟、哦。碎啦！哦哦，这个底下有大型的燃料罐，然后里面的燃料都是70000。70000。嗯，抢回来，抢回来，全部抢回来，超级需要。把它全部都领出来，有领了一桶，哎、欸，应该可以一直领吧？只剩那一桶啊，我看一下它还有没有剩。我想说，我这边我们目前燃料用的有点凶，我不是总容量的部分，
储存，我不知道我刚拿了多少，好像没有很多啊，应该是我看错。你应该是没看错啦、哦、我不知道，是我看错了。因为之前我们有攻略一个啊，还有燃料，就随便乱点就把它取出来。啊！我靠，这个它可以一直下去，好深啊！好深哦，可以一直下去，好深哦，好深哦，深哦，深啊，很深、欸，太深了吧，深啊，深啊，太深了，有辐射，有辐射，嗯，这里看起来都一样啊，我是走回来了吗？不要再辐射烧伤一次了，烦。光的这样子可以吗？小心法哦，难怪难怪，真辐射这么深，我靠！两排的发电机，哦，这样用的哦。哦，这我刚刚不是有标记点吗？我怎么没看到？这标记点怎么了？哦，航点没有打开啦，难怪看不到这里啦。什么色情才举报什么东西？你在讲什么？什么？啊哦啊、你怎么色情台怎么了？错了，谁色情的？什么东西？你是不是又做了什么事情？你又怎么了？哪有？现在还没十五号哎、欸，十五号已经过了没？对啊，我哪有？哦，阿基哦，哎呦喂，成功了耶！餐包飞起来，没有，是哈基在开车啊，不知道怎么开车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怎么开车？啊？走路感测什么啊？等一下，我是撞到什么东西？我撞了一只鸟。哈？哇？是有鸟可以撞的，有啊有啊有啊！我一直很想射空中的鸟，可是好像射不到。外星货舱，什么到底是鲁定欸，29。哦，欸，多功能建造枪 T2。嗯嗯嗯。啊！我要辐射烧伤。飞起来，这还是怎么？为什么还是伸出来的？那你，你，那你，你怎么还是伸出来的？都飞起来了。哎、哦，一小，哦，可恶！干嘛呢？哦，着陆感测啊，对啊。可以往下，嗯，哦哦哦哦哦哦哦，谢，谢谢谢谢谢谢谢，因为我掉到了一个很像我们那时候卡在底下的区，哦，上不来那边哦，就我不是同一个地方啊，但是就是他的建材是就是那个很恶心的墙壁，嗯，哦，不过这里应该是可以盖吧？喂。你确定、哦？不行，你完蛋了！你要找到它的核心喽。可能。小心按钮不要打爆哦。喂。欸、可是我在上面是可以拆的呢。诶、欸？哇，下不去。欸，他自己那个灯杆是怎么做的？它就是一般的信号感应器，然后右键去选样式。我觉得这里应该是有人来过的哦。哎呦，有人挖了一条地洞到那个地面上。那个是有人来过了，可能是我们之前探索过的哦。有可能。不行哎、欸，那感应器会直接吐一块在那边，然后我这样车子就停歪了。嗯 ，What the fuck？ 这感应器也是判定为一个方块，好恶。
到底是还拿不起来了，东西拿不起来了，身上满了。还好的啊，我飞机忘记关电源了，停掉。排水不是这边，关机这边。通收进去，对，收进去。OK， 好。炸药包、子弹 ，OK， 好。抽个箱子也收一收好了。哎、欸，他们箱子里面这么大的都放一格东西、两个东西，浪费。真的是很浪费空间呢、欸。贪心。真的是，这里底下怎么看都长得差不多。我不是把汉堡收进去了。嗯哼，我的汉堡。嗯，算不放心，好像没什么。不能斜放啊。好了，至少没怪。不能斜的放，但我也想斜放。着陆感应这样子，感测啊，这样子有吗？试试看，这样子有没有飞起来？飞起来，旁边侧架会不会收起来呢？侧架有没有收起来呢？没有。哇！哦，收起来。算了，起落架自己设定好了，然后不能那个自动化。起落架，这样就可以自己设定。金探网。哦，陨月那个点。啊？陨月的点。我的点怎么了？他很正常，想到他就说很漂亮。嗯哎、以前的 ATM 吗、啊？说什么团团的什么挖沟很哦，团团的洞很漂亮。什么洞？那掉团团的洞啊？啊，谁挖的洞嘛？团团说我的洞，我说怎么了？没有，很漂亮。我不知道你怎么讲的了。哎、okay, 欸，允月，你有去过那个等级五的吗？等级五的哪里？就是，我前方。你前方？你在哪？你在这里。哦，里面我们看不到，因为我没有探索，我没有看到里面的点。嗯，我记得刚刚是有的、啊。哦哦哦，兹瑞克帝国，打啦！每次来打我们都是他们，是吗？真的、啊。那允月要上吗？上什么？打那个兹瑞克帝国。我现在在探索另外一个遗迹。那我去找你好，因为其实我离你没有很远。你怎么会这样怕了？我就怕被打咩？怕被打，就怕被骂咩？几时可以上开通？我们现在可以上开通了，可以。嗯。不然我看一下会不会开突然开炮好了。他起落架让我有点阿杂。有了，这个果然。What the fuck？ 你的起落架？你的起落架为什么是信号关？我说他要关的时候就打开，我要开着他去关，为什么这样反了？敌意的，对，他是敌意。干嘛？还是这砍人了吧？再次。我觉得这个我们一起来玩好了。没伤害，可恶。怎样？陨月，我来了。你不是要去打那个帝国？
我想说等大家一起打、哦、找不到、哦、我刚刚想做那种飞机的那种。你是不是怕了？我刚刚就说是了齁。哎呦好惨啊。哎、欸、这里不用设定是或非了，不用了。哦，可以吗？看我这边就没设定它就好了，就可以用了。室内灯，因为这不是上次那个吗？很像，但不是。哦，没有，这因为里面的物资都有。其实灯可以关一关，省电。嗯。我的炮塔到底在打什么东西？好，接下来装炮塔了。我们飞战舰落在外面遇到敌袭就有点恐怖。射蟑螂出去、啊！哇，这攻击力超强哎、欸！对啊，我们可是拖鞋。蟑螂还会自己飞，自己找对象，哇，多棒啊！自己过来被人家打，这是召唤师的 BD 吗？嗯，有 skin， 蜘蛛变成那个、啊、蟑螂。应该先弄那个偏移护盾啊！我非常不想起火，觉得好怕、啊。我跟你讲，等怎么样你会更怕？你回来坐上战舰的时候，它没有电。然后你会不会啊？我身上还有大型燃料包，刚刚捡的。哦啊！移护盾，能量矩阵呢？哦，想节能，能太能。天移护盾在哪边呢、啊？极定。哦，天移护盾。嗯。但是两个外星人一样哎，哎、欸、呦，这样子，不要！听到怪的声音了，大咪怪，去入侵，哎、欸，孤矿，一，三，有怪，好恐怖！哎呦，有了啊，不够、哎，是。哇，我们不能开护盾，护盾东西不够。对啊，就是都缺那个东西，都很奇怪。哦、太多了。哦，金矿石哎、欸。是我身上爆了。嗯。我要先把这些东西放到弹药箱里面。做一个蟑螂造型的飞船。怕、嗯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万圣节到了，所以这样子搞。一个拖鞋，一个蟑螂啊！拖鞋打蟑螂 是？哦，你说纸那个、哦、小型飞船哦。哈哈哈！不想跟我说蟑螂的形状。好恶哦！好烦。嗯。这航空母舰是飞小飞机，我们的航空拖鞋飞小蟑螂，超恶的，超恶的，蛮合理的。好，去回个血。旁边有医疗站。哦，这驱逐引擎好大、啊。哦，你做出驱逐引擎啊？嗯。哎、欸，因为我看到你的灯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去找治疗站。我身上有医疗包啦，如果你要的话。这你没有免费的医疗，不用用那个医疗包。有他有钱没地方花了。不是，今天领薪水啊。哦，好啦，你领薪水哦。哎、啊，你是要刻哪一包啊？已经想好要刻哪一包了吗？我晚点再说。不好开台说是不是？说话等下被白猪骂。哦，你晚点想，你晚点想，白猪，你晚点想吃什么？白猪他氪金了，白猪，不是啊，哈记，啊，
阿旺，我们肚子饿了。哎，肚子有点饿哎。还想我也小。突然好想吃个什么东西哟、哦。对啊。阿旺，跟你的观众讲啊，跟你的干爹讲啊。来走。曲速引擎。没有方向感，这里面走，等下就会迷路了。这样子，风景。哦，哎哎，没有哎、欸。等一下，他辐射也太多了吧？欸、这也太多敌人了吧？天哪！太辐射了吧！你可以放角落。好，一听到怪的声音，好不舒服。嗯。怪的声音。哇！哇！哇！恶龙咆哮。哇！隐约真的不是我们上次来的地方吗？不是啊，你上面的我都说完了啦。哦。不是，好像看起来真的很像哎、欸。就我和目前看起来地形是一模一样，哦，哦，这里，我等一下拍张照片给你们看，超大的饼干 ，T 二的散弹枪哎，没用，这是原料、哦，我看到鬼了，你看到鬼了，我要拍饼干的照片，看到自己被吓到。脸超大的，隐约在打怪是不是？下面的怪已经被我清的差不多了，主要货仓这一层怪已经差不多没了。好哦，等一下，我到直播画面上啊，手枪这样就丢掉了，气死！哦，这里还可以继续往下，哦，要修哦，小蟹弹药。哦，哎、欸，他们会爬楼梯哦！啊，这他们盖的？他们不能爬也是蛮奇怪的啊！他们不能爬哦，这么可怜。之前他们不会爬、啊。咦、欸？更新了是不是？他们会坐电梯啊？我们之前就是站在电梯上面跟他们打、啊，然后就可以打二小时了。就可以再直接挂着把下面全部打完了、啊，但现在会爬了、欸。哎、欸，耶！我说刚刚我还以为他只是卡着，没想到真的是会爬上来的。死掉了。输入是这个，诶、欸，你看这个大。没什么的，主要货仓，这就是主要货仓。冒险吧，不要，我要布置家里。输出，好，这边就可以做了。我上次我已经冒险前四集都在冒险了，想休息一下。对，差点要晕车。好大餐，不要了！怪声音，我活着了。怪声音真的很让人不爽，我死不爽。中山叫声真的很恶心。有嘞，两天文单位，好不？两个天文单位。你从哪里下去的？两个 MU。不，哎呀，我又死了！我的天！为什么找不到下去的路？要在一楼先走到二楼，然后再走到另外一边的一楼，再往地下室走。是哪个智障设计？你说先上二楼，再对，先上二楼，再从二楼那边上到另外一侧的一楼。太失败了。哇，哎、欸，他们二楼盖的挺……啊，
好，飞船上有啊，我们有厨房。哎，狙击步枪 T2 哎，换，换啊换啊，哪里？这里，还有一把。现在在哪里啊？我在二楼。哦，二楼，那再下到一楼啊，走啊。嗯。哦，那边枪只是我放不下了。我就枪没有拿，哦，你就这样直接下去了，就下下这里我都打完啦、啊，这里我都打完啦、啊，所以我就直接下来、啊。然后下面要先交给你一下了，因为我的枪都掉到底下了。哦，在哪里呀、啊？应该是看着。右转、嗯，看到了。该洗板，谁不乖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谁洗板？你怎么可以亲我？我这下有两只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哦，我们这样子天文单位这样子，12公里可以飞多远呢、啊？请问现在是一堆怪在我脚底下。你说十天文单位怎样？十二天文单位可以飞多远？就是你说飞过去要飞多远吗？就是我们上一次你们去最近的星球花多少天文单位啊？最近的话七还八？不是单趟吗？不是四还？对，单趟。对对。来回的话要两倍。我巨枪给你，你去打我脚底下了。我去拿我的枪，你先把他们吸引好。呵呵呵呵，哎，蜘蛛过去找你了。我在跑，我在跑，我在跑，我在跑。关于麦块，不要他的屁股，不要啊！屁股跳高。呼，我上来了。最烂矿石可以做曲速水晶哦。我绕一个角度把他们吸过来。哦，这么多只哦！你把东西炸坏，他们全死了。我不知道，我就用散弹枪狂轰。哦，那应该是被你轰死。是哪个位置打得到啊？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还是在他啊、哦！死了！哇！还有哎、欸，为什么外面有这么古早的东西？古早？为什么在烧木炭的这个窑这边？哎、欸，火焰喷射器！哎呦，蜘蛛有蜘蛛，圆圆你后面。不能放蜘蛛。还没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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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一点。是、啊，这里可以放。难怪那边有辐射，发电机。哦，无人机，炮塔吗？哎、欸，应该是炮塔。阿旺这边，阿旺这边。好，我们先把底下的那个核心想办法拆掉。好。哦。有那个。这边这个。去哪？铁矿石，铁。哦，好多只，好多只。啊，慢慢做。都死了。是不是应该再去找、啊、有他们？有声音。臭蜘蛛在哪里、啊？一直有听到叽叽叽的声音。对啊，不是，这好烦啊！PU， 哦，哎、欸，燃料罐呢？哎、欸，不能用。我们还不能那个吧，动这里的东西吧？哦，
哦，找到蜘蛛区了，找到蜘蛛区了。来了。那扇门打开。很多很多很多。好像暂时没有。你们应该还有吧？目前没有听到怪的声音。嗯，啊，有了有了有了。跳下跳下。掉下来掉下来掉下来。还有还有还有。哎呦，另外边来一群，来一群，来一群。这里还有一群，这里。是不是都在打我？去别的星球，还是反正我们去别的星球晃晃。我们已经把我们这个什么，我们这个星系的看过了。啊，看过了。对，就是我们这个星系只有两个点可以踩。哦，是的。嗯，对。要我们就是只能出去，或是一直掠夺一些怪怪的东西。嗯，你觉得这里面有那个小的医疗包，你拿？我倒想算。小医疗包，嗯，好，等一下。这个黄的里面，融合电包。嗯，看一下，我来做一个，这个好了。走吧，走。就接下来是。这一边下去就是那一个我们之前跳下去上不来的地方啊！哦不，哎哎哎，升怪升怪，突然升怪了！啊，我来走，看他们做挖矿机好了。够250发。对，还是陨月？其实那个什么曲速水晶要用自动挖矿机啊？觉得嘞？有可能。不然我们每次挖都是看到那个母矿悬在半空中，什么都没挖到。对啊，哦，很奇怪。他往这里，回来，看到头上。哦，然后我刚拿到一个喷气背包强化器，是要装在哪？那要回去衣柜装。哦，对，你很笨，你还不知道那种装。透过空气，对不起，没事，现在就下去了哦。好走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先清罐，那你就跳下去。攻击值不对，要攻击值。嗯，乖乖。我没有打到啊，好美呀！啊，用距离近。距近的话会比较好一点，比较好瞄。嗯，好像没有，因为我瞄着他，但是还是打在地板上。哦，上面怎么掉一只？对啊，就下去了吗？哦，上面到底有多少只啊？哭啊！一直掉下、啊，还是我就跳下去然后往前走？不要，里面更多，你会死在里面。不要，没有拔啦，还是我丢一个燃料包下去，可以吗？可以丢一个燃料包下去吗？小型飞船的，剩下两只是不是？只有大型。啊！你这教授好像迪叔哦，真的，你最近越来越像他了哎、欸！救命啊！往前走到空旷的地方。走！我骨折了，这有办法用吗？好好，没事了，没有，有我有事、啊，你后面你还有事，你还有事，我想说，我前面没事了，后面怎么还有？啊，又有，我补一下，我要趴地生，趴金子，完蛋了，有寄生。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可以解寄生的。我有抗毒素药膏。好，走喽。等一下，万星寄生虫。啊，这是皮肤寄生虫啊。解得掉吗？解。哎呦，哦，这边有净化医疗包。饿了，外伤，开放性骨折，我也太痛了吧。它叫骨折。我这有解毒剂啦。没有，不用，我是骨折跟外伤啊，外伤用绷带就好。好，那我要去，就没办法了。
去找地方玩，继续布置家。走吧，走吧，走这里，走这里。哎、欸，骨折好了，这么快？哇，你骨折这么厉害？你钙质很强哎、欸，我是金刚狼是不是？我走，我是不是应该先帮繁星盖几个防御塔之类的？不用啊，不用啊，因为我是开飞机出去啊。嗯，对啊，后面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我又骨折了，什么骨质疏松的金刚狼是？后面还有，你后面哦。打带跑。后面来走，直接骨折，救命！哦，用个绷带就好了，是好啊！又来，烦死！我都忘了要收尸。走这边。介绍一个游戏哦。好像还有怪是，哎，掉蜘蛛下来了，还有爬行者，是了，风雨乱斗没完，这个可以打掉、欸，感觉又是跟之前一样，敌人，你们有敌人，很强，哦屁嘞，哎、欸，那个精英士兵三枪直接杀一个人。哇，精英士兵，感觉前面就是跟之前一样要拉拉杆的地方。嗯，真枪子弹，采矿枪电池，当前位置，对，当前位置。啊，天哪，直接被打爆，枪都在里面。对，而且他精英士兵已经走出来了。对。听起来有点不太妙啊，还好我至少有放一些东西在飞船上。好，开飞船出去喽。嗯，不幸中的大幸。那、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云月，冲啊！不然怎么办？东西都在底下了，冲啊！走啊！现在是。已经无所畏惧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欸、快重生啊！Oh no！ 啊，哪有人这么快重生的啊？啊嘿哈！牛嘿哈牛牛牛！哎，那我来跳那个缝看看。Come on！ 我来看这里有没有藏，回一下体力。安安。你好，现在是送包时间。对，我现在是送幸福。送幸福。之前那个飞船哦，之前那个矿哦，中门线圈呢？哦，因为我刚刚就看到他这边有一个裂缝，也不是裂缝嘛，它好像出入口的地方。哦，这个矿。有没有枪啊？震荡器。哦，不要，你不要开枪！哎、欸，旁边这么多外星人，你们不打我？好啊。那是被洗脑。好啊。跑图哦。是披着人皮的外星人吗？要不要开战舰往下射，一直射，一直射，射穿这里哦。我觉得可以耶，可以拆东西啊！拜托你这样做好不好？
欸，是他们基地吗？欸，啊，你是开小飞船出去啊？对啊。哦。啊，对耶，他们的基地耶。打了啊。这是你那个呢，那个 NPC 的呢。北极星巨型企业这个。北京巨型企业对我们好像是敌对，所以至少要中立才可以交易。那如果是变成敌对的话，怎么变成中立啊？打爆他，去他的那个啊，领地去击杀怪啊，击杀派地的捕食者，加利尼派派地派地派系派系他领土内的捕食者啦。对啊，哦，就是他们外星人吗？还是什么？嗯，说他们还有朋友的朋友是敌人，这个意思。在派系他们的领土外停留，加25声望。哦，这是敌对的时候才会加25声望。哦哦，在我们派系里面挖矿会减30哦。对，对，我们之前，难怪这个也没挖。我现在过来这边就是想挖说，你说回矿吗？对。我们就是嘿会减，所以才没动它。隐约还在努力吗？我在箱子里面 抓了一把枪，然后现在要下去重新拿回我的装备。等一下我搜刮一下这一些区。你枪不要全部搜刮走，留一都留在里面，然后我们拿的时候，它最少一个弹夹是满的，这样。哦。瑞克斯哦，是瑞克斯，所以我这边杀他的成员，然后会加人家的声望，加另一个敌人。哎，我把士兵打掉了，哇，好强啊！可是下面有大概七八九只的外星人，那你还活着吗？我上来了。那你等下可以顺便把我的包直接也都直接抢一抢。哇，这有点难哎！天哪！哦，这里有个回矿是在外面的。好好好好好。啊，不会吧？这里是上不去。这里有门口吗？哇靠！这一区是上不去的哦。好，谢谢哦。谢谢哈。谢谢哦。谢谢哦。欧里，他跑酷哎！哎，他自己主力剑不用集啊，集等啊，集电啊。哦，等一下，这个有点强哦，这激光的哦 ，no no no， 会坏会坏会坏，有病你！他就要坏掉了，你的有病哦，他就要坏掉了，哦，差点坏光光呢，哇！我差点爆光光耶！火焰喷射器燃料不能直接做，我不能用那个燃料直接做吗？是多光金造枪什么？好哦，圣狙击枪好哦。哦，我的飞机哦，坏光光呢！哦，小贝哦。哇塞！那炮台三个炮台不见了，为什么？我有种觉得你好像闯到别人家，然后骂人家你是有病哦、喔。对啊，你开炮你是有病哦、喔。这是我家哎、欸，你是有病哦、喔。哇塞，太屌了呢！要修，跑到人家抢，然后看到人家的门口那东西啊，你是有病哦、喔。你打个屁啊！你有病啊！我说你可以打啊，这打屁呀、啊！啊，这个回矿里面挖是因为这边也是那个辐射区。哇，哭啊！你怎么了？算了，回家回家回家。下来往下冲啊！啊！然后你还记得我刚刚被怪围着的那一群？啊！全部重生了。哦。大概有几只？有没有可十只啊？
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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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隆重搞鬼了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对，哎乖，哎。我觉得允俊你可以考虑下来，因为我好像把他们吸引走了。哎呦，我在路上了，我快到了。你压电梯一下，然后一开门就会看到，就是跟刚一样的景。我脚下有多怪。可是我现在在另外一边了、欸。你在哪边？你在士兵那边了。好啊、哦，那我跑过去。回去打死他们，我应该打不死，然后我直接死回来吧。飞机搞不会爆在那边，不行不行。啊！他们是不是不会开那个自动门？你不要小看他们，等下开给你看喽、哦。对不起，怎么还有啊？我听到枪声了，我听到枪声了。我剩74发子弹，什么的拖鞋动了、啊。哦，我在铺柏油路。哦，抱歉。我快到了，我快到了。因为你回得来吗？我有医疗包。可以，我现在还是很多血的，我很多血，但是子弹快用完了，我剩一发子弹，然后敌人死光了，赞哦。是哦。赶快捡包，捡包。包都可以捡了，包都可以捡，你的包也可以捡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也到了。哇，好凶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哇，你的包有两个哎、欸。对啊。整理其实就拿闪电枪跟狙击枪就好了。可是你东西还是捡起来吧，它不会消失吗？有啊有啊，我捡了，我捡了。没有啦，我是说快捷键。等下这里会再掉士兵哦。我觉得要不要先不要走了，我放炸弹了，走了，放炸弹了。我想说先不要打那个，我们先进去拉那个拉杆嘛。呼呼，哇，好痛哦！真是三枪，哭啊！你被士兵射死，谢谢。好了，你好了。那真的很痛哎、欸！我在大门口啊，是哪里？你怎么了？他的枪坏掉是，哎、欸？你要找那个维修站修不是吗？不是他就是正常来说坏掉，应该是会有那个扣耐久值嘛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是我刚看我这个格林机枪，他前面头不见了。哈？好、哦？他耐久度没扣，但他头不见了。哪一个啊？我看都还在。你看还在吗？我看都还在。前面的三根凸的还在啊？都还在啊，四根吧。我看他是不见了呢，所以是我显示 bug。你知道你是看到枪管不见，但是，对，我给你看我截图。好啊，我就觉得允月，你要不要就自己打、啊？我已经把他们都打死了、啊，因为我的护甲好像剩下最后一点点。你太可爱，别说我的护甲已经归零了，好吗？我之前看到一样，好啊。好啊不要怕，前面那个凸的两根这个不见了。嗯，拆一些看看。哦，是啊，怎么我外星人突然出现？回来那，啊，那就丢了。重新安装就好了。嗯，要修哦，我就知道。要修哦，啊！哦，你是说这个的炮管哦？三根，对，刚刚有没有是不见的？阿旺，你回来了吗？我快到了。我被外星人咬死了。啊、哦、不！外星人都已经被我打死了，你应该可以安心的捡你的东西。可是去的路上那一段还是有蛮多的，就那一段就直接用躲的躲掉吧。嗯。哦，
哎呀，上去。因为怕被打，所以回避点满。对。这个是哪一个啊？形状？哪一个形状？重生了吗？哇！赶快想办法捡到包，然后反击。有，在前面呢，可是怪也在我后面呢。然后我要没耐力了。哦、我捡到了，先让我飞到安全点。好了。啊，累。啊，安尼丢啦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对，设备维修站，我要找研究一下。看你们那自动维修，不然那是自己找维修太那个了。嗯。只能修损受损方块。哎呦，你按到歪了是不是？哦、好。哎、欸，那我能这样的？哦，我没按到歪啊！哦，没电吗？它一闪一闪的嘞。对，没电。哦，这个。我来清一下这里。蓝调。哟，还有蓝调。要关。好了。安全。好、哦，云月可以下来。来了，我来了。走。哦，这里只有四度哦，我的天哪！可以啦，比外面零下好多了啦。是没错啦。其实四度就是 seven 冷藏了吧？等一下哦，生鲜冷藏的话，什么东西你在笑？超级机枪，我装超多机枪在上面的。你刚会飞得快吗？看一下，刚才射的过程，你应该是会把鼓踩对吧？不是啊，我想说要不要先去拉杆啊？可以啊，要吸死啊！我看这样能不能把它炸开啊？哦。不行，好，满眼镜扯扯哎、欸！走吧，哎呦，哎呦呀，爱路啊！然后想到之前那个斗阵，上面全都老公兄弟的那个、啊。这里怪应该都打掉了吧？不知道，我刚都没有进来。好了，开了，这边先开。好，我这边开了。这边开。太阳能不能装在飞机上？它整装。然后呢？对啊，然后呢？哦！你上面，你头上小心。我死了。好哦，原来这开是这个意思哦。欸，不是哦，他全部都出来了啦。好哦。怎么听起来你们俩好像有点恐怖？对，他这个开关开了之后啊，我们。上一次不是跟你讲哪些地方有躲士兵，他一次全部炸开。哇，哦，全部都出来了。然后那个士兵的伤害就两三枪可以射死一个人的那一种。哇哦，我觉得我们不要进去捡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决定点广告。点广告。我觉得听广告不可能再跑进去了，因为全部都拿枪的啊。我要变上帝了，我要变上帝了。那你顺便回收我的包。啊，你在这里啊 ？MODE 这样子 ，OK， 我看。我要来看一下云画面。我现在变上帝了，我要去捡东西了。哦，神明生气了。哦，生气气，生气了，真的是会很不爽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我先捡我的包。拉杆一拉，全部炸开，然后就看一堆人跳出来。那我还不如一个洞一个洞慢慢清。白痴哦，捡到了，抱歉。白痴哦，炮台刚颜色变了。
看一下里面的画面。这个，对，等一下，我先把我捡到的东西先拿回来。气死哎！我天，我来去找他们看交易是干嘛找的。好啊，他这样真的很过分、欸。你可以带一些植物过去交易啊。植物哦。嗯，他们就是交易他们所拥有的。他们有什么是植物换植物，是不是？是，你可以跟他们买植物，也可以跟卖他们一样的植物。哦。然后都是卖钱。对。买植物卖植物，然后有钱交易，然后就会拿到那个上次什么给我卡的那个。那个、哦、那个就找那个 ATM 把钱存进去就好了。哈，必打。等一下，我们。面汉堡做不出来了，汉堡缺什么？缺什么肉吧？肉，好，那我去打肉好了。好，我又采了一些回来。我的前面的管子怎么又不见了？我怎么？你枪怎么管都管了？哇，音乐在开杀。哦，它激活是哦，它有激活状态啊。使用前先激活。还有吗？底下还有一只。哎、欸，一般士兵血量比较多哎、欸。嗯。为什么？精英士兵反而血量没有那么多。打得比较痛吗？对，应该是打得比较痛了。哎、欸，敢跑啊，肉肉。哎、欸，这里吗？这个核心在哪里？拜拜。那我很好奇，它核心上一次是？看他封在一个墙里面，这样的话，我是有办法直接炸开那一面墙吗？试试看。找肉肉肉，嗨，肉肉你好。啊，肉肉拜，肉肉安。肉肉你好，肉肉拜拜。那我先开飞船回家了。哇，哎呦，这下就交给上帝就好了。给老天啊！这才三个肉啊！没看到啊？想念杂交戏？哎哎哎哎！啊，我去水边顺便找看有没有那个奶牛打牛奶的，对。找杂交蜥也可以啊。嗯，与沙漠。对啊，应该是在这边啊。为什么它这次没有核心？换位置？所以它核心位置可能会有变哦。嗯。听到了奇怪的叫声。这里没东西。看我，看我啊！没东西出来了，外星虫。这款没有养殖系统，没有，想养什么？你是养那个奇怪的阔鱼吗？啊？一起被炸掉了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有可能哎、欸。我看一下，说核心也被炸掉，拆墙壁看看。对，有可能、欸。因为我们刚刚拉杆拉下去之后，它就一个爆炸，然后所有的士兵的那个墙全部都炸开。哎、欸，对耶，对，旁边的灯、哎、可以拆了，应该是可以拆了。我试看看，我变成一般模式。你要先到安全一点的地方。我可以设定什么怪会设啊？可以了，可以拆了。哦，所以那两个拉杆拉下去之后。核心就会自己爆炸，但是换来的就是全部士兵跳出来。哦，叫一个人下去拉就对了。哦、对，东西丢在楼上，在底下的话你也回不去。那东西丢在楼上啊，拉一个人下去。对啊，这东西就丢下去了，就不要啦。嗯。然后因为拉开了嘛，所以这些墙壁什么都可以拆开了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挖上去了。啊对齁，对，哦，原来是这样玩的、哦，懂，太哈扣了，一定要有人送回头啦，哦，
枪先放下来。燃料是这个。OK。启动。哦，找到燃料放这里。其实拉完你也没得跑了啦，你就直接在里面吧。对啊，就说一个人就是在上面，把东西给队友，然后陪他去拉杆死掉，这样子。对啊，就只能这样玩啦、啊。什么史莱姆？哎、欸，我还没遇过史莱姆哎、欸。史莱姆很丑哎、欸，丑爆，丑。哇，剑齿轨道炮这个，哇，听起来很帅。轨道炮哎、欸，不是那个吗？抢劫最后一张那个东西吗？这是小型舰船。还没有肉肉啊，我要肉肉。重，我去穿重型护甲。哎、欸，那我们家里维修站有做出来了吗？哦，还没。这是克隆舱啊！阿玩把自己关起来哦，我觉得会来不及放墙壁，把自己关起来。更衣室在哪里？哎、欸，对，那这个能拆回家吗？这里吧，过来。这里？这个不是医疗吗？拆线，这个能拆回去？医疗是那个房间里面啊，更衣室就在我们旁边，墙壁贴墙壁的，贴墙壁的，在食物机冰箱那一面。哎、欸，我有没有放出来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吗？啊，拖鞋里面有啊，在拖鞋里面，拖鞋里面换衣服，好哦，换我们的蟑螂装，快点，蟑螂装，哦，这里。啊，这不能拆回家哦！我还以为这大熔炉可以拆回家。你这只恐龙是直接飞到船，跳到船上哎、欸！哦，重型护甲看起来这么缺、哦，没有，那咬我一口。机动强化，走，盗龙，小盗龙。这还有东西、啊，利剑，又有东西，肉，都还有东西，我天，啊，是啊，那我改咖啡色喽，盒子，哦，它强化器可以重复放，哦，那效果有加倍吗？我这边。家里面的强化剂都不同的哦。啊，它强化剂有加辐射的那个防护。哎呦，还有耐寒。哦。还有摸肉肉，你肉肉了。怎么这里有什么奇怪的声音？龙死掉会有呼吸声吗？不行哦，但是可以拆到一些零件，好吧？哇！哦，激光步枪电池。嗯。来回家，激光，我来玩一下。嗯，就开一枪就好了。小心这里记得做。哦、我看，你直接玩啊，直接给你玩啊。在哪里？后面啊，给你玩。哇，音乐！
因为你升了五等呢、欸。哦，对啊，猛哇哦！就几等啊？妈，原本是八，现在二三。哦。主要是前面一直在打外星人，一直在打外星人。我只是试一下而已。这已经算是把核心拆了之后，就可以来这里搜刮物资了。那我去拆东西好了，反正上面都没有那个嘛，都没有人了。还会不会生外星人不知道啦，但是东西都可以拆了。好、哦，嗯。逛汉堡。所以那拉杆拉下去真的是直接爆开、啊。嗯，其实还是拉杆可以打掉，真的太白痴。真的。多么脆弱。脆。那如果像我们上次将拉杆打掉，核心它还是包在里面，还不能炸开，等于那个的副本已经无解了、欸。对啊、嗯。直接无解。哎、欸，云月再回来了。我在回去的路上。那我们刚刚那里是哪里？那里它应该还是会有一个红色，一个蓝白色的点。我已经过橘色阵营，我们家过橘色阵营，然后那边不是有三个点很近的？中间那一个点。啊，太浓是，可是时间其实快到了。嗯，对啊，所以我回来啦。好吧，下次再去拆好了。我那边是有标记的，我有自己个人的标记，所以我看的我知道那边有东西。是有成打捕食者，增加啊。我带了很多的物资回来。啊，肉都全部烂光光了，刚刚外星人打的肉。哦不，看来飞机上面能不能放冰箱？应该是可以吧。觉得应该要放一下，不然肉那些全部都会坏光光。门口这个也太跳痛了。那个就是我在攻略的时候就看到有些东西可以拆，拆起来就是说什么部落装饰啊。哦，就这个哦。对啊，你可以拆起来，然后把它改成另外一个样子，它有其他样子可以用。肉肉，你有肉吗？哦，肉烂光光。肉肉。穿山甲，嗨！哇！哦，总容量，大型的总容量就是七万啊，家里是1200而已。嗯。拿了，应该我们这样一趟也拿了不少奇奇怪怪的东西回来了。是蛮多的。下次就要多备几把枪在船舰上。对，死掉的时候最少还有机会可以去跟他们打一波。对啊，我有点想要玩看看。什么？我们下一次去直接去打那个阵营。你去打那个等级五的啊？啊。那个啊，斯瑞克斯啊，打我们那个啊，一天到晚在打我们。对啊，一天到晚打我们，直接打爆他们啊。欸，最近打我们了没？今天没有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等一下他自己是把驱逐引擎卖外面了。不是吗？不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，你不怕被打爆？他对啊，他不是一定要在外面才喷火出去这样子吗？他不是啊，他不是。啊，不是啊，可以藏在
证件里面。雨月你来，哦、里面的、哦，啊不是雨月这样子哦。雨月你来这边，你后面，我后面，我后面还以为丁藏外露哎、欸。哦，你看我那是很神奇，不是？你看看我的那个小型战舰上面，它是藏在里面的啊。他是你的马达啊？谁知道、啊？你可以找空间把它放起来，但是它有那个辐射哦。嗯，它有辐射，还有，对，你要找一个空间把它藏起来。玩驾驶舱吧，你就跟小型发电机都放在一起啊！小型发电机有辐射，放在驾驶旁边，开驾驶就辐射燃烧，辐射烧伤，玩命开场，天哪！欸，其实我们捡了蛮多子弹跟枪回来。吃了长了肉，这该放哪里呢？瑞，我是之后想把那个啦，我们翻到后面后半部没有用到吗？嗯，对啊，就是那个缺后面啊，缺角啊，自己后面想要直接种花种草，啊，然后驱速引擎放楼上。会有辐射哦，嗯，啊，就跟发电机放一起啦。它很大，它超大。哇，拜金塔放在哪里啊？我是刚刚最左边的箱子里有。最左边，嗯，那我就放在最左边箱子哦，400多张了。啊，哇，你知道它驱动多大吗？哦，有啦，其实刚刚在外面的时候有看到了。哦，这辐射，哦妈呀！放哪里呀、啊？我直接放出来看看而已，放出来这样子。二楼，哎、啊，二楼，来了！哦，好痛！你这样开船真的会烧起来？哎，不会，这个距离好像。会！把你开到目的地之后，我们船长怎么变一个人呢？船长变礁石。你怎么多一颗头？这，放外面，外面好像很危险。哦，你放外面是跟放车尾是一样的。你车尾还可以盖起来，不是吗？车尾可以。对啊，你还可以盖起来。对。你说把它填起来，对吧、啊？就填起来就好了。横着放。那个，翻新机跪下啊！我走了，我走了。这样子。哇，你是不是算过啊 ？size 刚好。刚好。那种乐狗。把它涂红喽。很涂啊。护盾打开。哦，可以了啊！不对 ，CPU 超载了啊！啊 ，CPU 对，我是忘记 CPU 的问题了。CPU 可以放两个 T2 是不是？可以。他说直接 CPU 超载耶。对啊，我的 CPU 应该是够的啊。这样就一个挡板在这边。哎呀。真的看不到热狗了，再打一打就说热狗外露，热狗掉了，的面包，热狗露出来了，瞬间发电机不够电喽、哦。
是。电力不足，对，感觉上是电力不足哎、欸。那我要盖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又变上帝模式了？为什么？我刚好因为飞起来。为什么我变上帝模式？我不是关掉了吗？为什么很奇怪，突然就飞起来了？耶、欸！可是我们的火力不知道够不够打那个，也是没办法打。氧气站、燃料罐、小型发电机、发电机，再盖个两台，你还有吗？哎、欸。那不给我，给你看，很好啊，我的台是十八，这才能看十八加，十八加的台哦。对啊，你们这些骗人的。不知道它飞船的速度能不能再提升？因为不是说后面有那个可以解锁？够还是不够？还是 CPU 的那个？更撑高一点，然后后面屁股塞多一点那个喷射的，这个更快吗？哎、欸，我的向下有一个没有发动，但是你不要降落了。哎、欸，有啊。真的哎、欸，我按 G 会直接变创造模式哎、欸。哦，上帝模式啊，那个快捷键。哦。哇！要做这么多台发电机哦。嗯。我现在飞机上放了三台还四台的发电机，才足够供应护盾。用哦，像真的会越盖越大台，而且我现在的 CPU 使用率是75%。哎、欸欸，我想说我已经降落了，然后我的视角怎么这么高？哎呦呀！你什么时候发现？我们笑的不恰当。哭啊！这样子哎、欸，不用连接、欸，嗯，就跟麦块那个一样哎、欸。哦，而且你怎么会飞起来哎、欸？嗯。好了，我帮你弄那个停船支架了。太奇怪了吧？旁边怎么有一个是在玩？哎哎、欸，你不会把太阳能板带走哈？哦，我现在我的飞船有护盾了。哦，可是护盾好像看不出来。可以对你开枪。你可以看。我身上没有枪啊。可以拿多功能改造枪射射看吗？都是被拆掉了。有吗？护盾没有掉哎、欸。有还是有军伤害吗？我要射了。知道，是啊。只攻击无效，那就没有哦。护盾它是在充能的时候非常耗电，等它护盾充满到 100% 的时候，它就电力会比较稳定一点。哦，像我刚刚从 10% 的护盾要充到 100% 的时候，电力的消耗是200多%。哦。哦、他自己只要攻击你飞船的屁股，你就完蛋了，直接炸开，两台发电机直接在外面。对啊，我就是一定要面对敌人啊。然后前面你看那个前面的炮管，你这个一被人家追尾你就完蛋了。我只是那个要背对敌人跑。哦，对，我前面应该炸更多的那个倒退路的那个引擎。后退路超快，如果别人从你后面来，你就直接爆开。没事没事，敌人没那么聪明。
啊，现在都没有敌人来，我已经有点难过。对啊。啊。等一下，他既然弱点不止屁股啊，这下巴还是弱点呢、欸。对你下巴核心外露哎、欸，这核心是外面的，你核心外露，你核心没盖起来、欸。你帮我下面插两个方块，那你方块可以用最平的。对，我这样最好了哈、哦。啊，下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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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你的不会稳定吗？为什么还是？你确定吗？等下再高点，再高点，再高点，再高点。他可以这样改哦，我帮你改，我帮你改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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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你这下面也坏掉了，你看这里，这里坏掉了，这个也坏掉了。我那时候被打，就还好没有打到核心。哎，你一个脚架不见了、欸，我脚架不见了。他、啊、这里有个脚架不见了、啊，对耶，脚架爆了耶，哇！你怎么还活到现在啊？我刚猜到的啦，我刚猜到的啦。好，我刚明明正常的。我想说，你这样子还没被打到核心，也是蛮厉害的。哎呦，是那个脚架、啊？嗯，你应该是那种短的两格的。那、啊、两个都重盖就好了吧？太白痴了，还能活到现在，还是蛮厉害的。全身都是弱点，没有啊，这前方不是啊。这样子，这样子，秒断。分了哎、欸，好了，差不多了，等下录影了。对啊，嗯嗯，好了，先这样吧。啊，就我们要固定哪边下线呢、啊？固定哪边下线？固定哪边下线？医疗师、啊、可以。还没好，抱歉。我们就在医疗室下线好了。好，医疗室下线好，等一下哦，我准备好了。好了，我先这样子 ，OK。关台了、啊欸这样不会挡到。不会，那个是加固的，加固的，需要钛板可以升级它。等一下，你的扫描器啊，因为这是扫描器啊，扫描器，你的机枪正上面那个，对啊，扫描器啊，好、哦。那个扫描器效率一定超好的。对啊，直接扫描前面呢、啊。扫描前面的敌人开始射。好用哎、欸。啊，去吃个汉堡再去睡。好了，差不多。对啊。再吃汉堡。哦，好多汉堡啊。舒服啊，这个汉堡。还有菜肉堡，哇，吃菜肉堡了，舒服。然后直接收一下菜。我收完了，收完了。关台啦！台啦！关台啦！来啦！退出。好啦，那今晚就到这边啦、啊。最近可能下午有机会开台吧，有可能啦、啊，因为可能是要画老天要的图啊，不然就是我自己私下画图了。好啦，先到这边啦，感谢各位收看啦，什么干部啦，要休息了啦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，那我明天巧克团见啦，各位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巴巴巴